答应大家好，要带来几首月亮的哈。那今天也要特别谢谢有一位是来自土耳其，啊，土耳其的朋友。然后呢，他刚刚我在打鼓的时候啊，他就拿着手机，然后呢翻译给我看。他说呢，他答应我的，他承诺我的哈，他每个礼拜六都会带着他老婆来这边听我演奏。哦，他不知道回去了没哈？啊，他刚走是不是？他好像叫做那个 Jello 啊 ，Jello 啊。那他是土耳其人哈，然后呢，有一次呢，我在收工的时候，在收摊的时候呢，他就来跟我讲哈，然后就用英文跟我们沟通。那他其实是土耳其人，然后呢，来搬来台湾哈，就住在这边附近哈。然后他每个礼拜六都会固定在那边听歌哈，所以呢，他今天应该是回去了哈。他都带他老婆哈，原本想说要送一首歌给他，他的名字很好记，叫做 Yellow， 好 ，Jello 哈。记成 yellow 很好记啊，好不好 ？yellow 嘛，好 yellow， 你就给他记 yellow 啦哈。下次我看带来什么，有什么黄色的yellow， 黄丝带哈。好，yellow 哈。好，接着我们来为大家演奏这首这个月圆花好，好月圆花好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接下来下班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十点了呢，十点了啦！我有没有看错啊？九点而已。
10:04的哎、欸，拜托大家，拜托大家，下班了，下班了哈、哦，下班了吧？好了，最后一曲啦，最后一曲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最后一曲，最后一曲，最后一曲我用唱的哦，好不好？啊，唱完要回家睡了哦。好好，答应你们哈、哦。来，最后一曲我唱一首新的哈、哦，这首歌我最近给他刚练习的哈、哦，是歌神张学友的歌曲。啊，这首歌的曲名呢叫做《心如刀割》，有听过吗？哈、啊，然后最近呢听了他很多首曲子，很好听哈、啊，来跟大家分享最后一首了哈，说要小声一点，《心如刀割》，谢谢。全都给了
作者朋友也辛苦了哈，辛苦了哈。那。